金玉打狗的样子。其实一开始我接到就是艺术九九二月的这个台湾国际艺术节的艺术响宴的这个特别报道的时候，我的内心其实蛮兴奋的。我也把这十五个节目的 DVD 带回家，好好的从头到尾给他看了一次。里面有好几次让我的心情是波涛汹涌，只有一段呢，我必须要赶我的孩子进房间，就在哈姆雷特了啊，因为它是暴力美学的部分。那么在其他部分，真的让我有非常深的感动。也让我觉得在制作在春节特别报道的这段时间，我相信你刚刚所看到每一个打鼓的主播，他们都会负责去报道一个节目，去深入的了解他的艺术精神，他的原创精神在哪里。其实我从这次十五个节目看下来之后，我发现他融汇了古今，像是郑和一四三三，这是亚林会负责的一个非常大的计划。未来在哪里，地球的永续，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好好的去思考我们的蓝色星球被我们破坏成什么样子。还有呢，东西方的合并，我们刚刚看到诱人神鼓，我们刚刚看到歌仔戏居然可以跟西方大师，可以跟交响乐一起来做演出。其实中间有非常多好像看似冲突跟矛盾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也是这样吗？在新闻当中不也是这样吗？但是为什么透过艺术文化可以找出一个融合的出路来呢？那是我在看完这个节目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希望所有的观众在看了我们二月份的新闻报道，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虎虎生风一起来。在这个思考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新的创意，我们需要新的看见。但是我们常常卡在我们自己日复一日的循环里面，我们找不到自己的新价值，我们要怎么样去找一些新的元素呢？欢迎你们一起来加入这场艺术的响宴。